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六人，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会。阿黄委员，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好了。主席，各位同仁，我想我们今天要审查警政署的预算。我作为一个警察子女的立法委员，我是在警察宿舍出生的小孩，但是我今天在这里用非常沉重的心情，我要求主席，我们如果没有做过任何的专案报告，我们没有理由审查警政署的预算。我们看看这两天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报纸上写得很清楚，大家看到这个我们会很伤心也很难过。立法院第一次用三成的计码，用1000亿的警力来维护立法院，我们从这个相片看得非常的清楚，所有的警察像动物毫无尊严的被关在那个栅栏里面，这么多的警察，我想如果我们用任何，万一有暴动，万一有汽油弹，不管是我们的警察或者是我们的人民，都极可能把生命就在那里葬送掉。今天我觉得这是立法院最可耻的一件事。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他们怎么说集邮法？他们说不管是在野或者是执政，他们一定要把那个恶法拿掉。我们在上一个会期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甚至于讲到，大家都提到是大家都有共识的，立法院跟监察院是人民请愿的地方，不应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对待我们所有的立法委员跟我们所有来陈情的人民。今天劳团在外面有多少人，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在做事。而且更严重的是，其实这段时间我不断地接到基层警员的陈情，他们告诉我们，我们主张说立法院本来就是人民请愿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派这么多的警力，结果他们要这些警察去躲到教育部的地下室，甚至于我们立法院都不提供让他们休息跟上厕所的地点。那天居然用到我们的霹雳警察来到现场。我想我在昨天早上，因为我们内政委会昨天要到南部去开会，我起初以为只有用保一、保五、保六、保七，我昨天清早7点来到立法院，这是保二，我自己照的相片，这是保二的车子在这里，然后这边这个是保四的车子在这里，所以显然就是包括前天我们立法院审一休一立一休，一直到昨天的清晨，我们的警力全部都还在这里，主席。我非常的伤心，也非常的难过。我们的警察在我们警政署内政部部长的眼中，到底他们是什么？我们的陈情人民到底距离我们人民有多远？为什么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在这里做这么大阵仗的处理？我在看到包括我们的警政署长陪着柯建铭进去的时候，陪着陈明文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很羞耻，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羞耻。警政署经常要一些警察同仁看着我们的安全，我凭良心讲，真的要谢谢大家的好意，我不需要。从以前一直到现在，我都是坚定的如此。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亏心事，我们对得起良心。今天立法院是多么人民最高的国会，我们需要用三成的巨马
把我们的警察像动物一样的，到底是我们立法委员是动物呢，还是我们的警察，还是那些劳团的人民？我今天真的很痛。我作为警察的子女，我在警察宿舍出生，要我不省警政署的预算，我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人权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没有理由走到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万一发生任何的问题，我们这些警察要跑到哪里去？主席，我请你处理，我希望能够有一个专案报告。因为从520一直到现在，所有基层警察不断地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不断地传赖给我，完全没有把警察当人一样的来处理。今天民进党执政，他们自己在野的时候，他们就讲，不管他们要执政或者是在野，那个集约法一定要拿掉。立法院是人民请愿的地方，就算太阳花学运，我们都没有把霹雳小组弄到立法院来。我看到他们这些装备，我看了会痛。我把那些装备都照下来，那个助理把那个装备拿来，这是我们警察的装备，这是我们警察的装备，我们警察的装备是用这样子的装备，这是霹雳小组的装备，当天都在我们立法院，当天都在我们立法院。请问这是什么世界？请问这是什么世界？我们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的人民吗？本席想知道的是，到底这是谁下的命令？是蔡总统，还是苏院长，还是内政部长，或者是警政署自己自作主张去做的？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民进党执政了以后，我们立法院必须要用霹雳小组来到立法院，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我请主席，我想我非常非常的痛。过去我一直支持警政的预算，我当了立法委员这么久，我从来没有把警政署任何一毛钱删掉过。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审查警政署的预算。作为警察的子女，我今天我觉得我很丢脸，我对那些警察我觉得不忍。我希望主席，我们必须要往前走，除非他们对我们做承诺，否则的话立法院未来永无宁日。如果让我们这些警察同仁每天都这样子疲于奔命，我不知道我们所有的警察人员怎么样对他们的孩子交代，怎么样对他们的家庭交代。从太阳花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有我们的警官在法院有许多的案子在那里，我们何其不忍。我们有什么理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把立法院弄成这个样子？请当局告诉我们，到底是谁下的命令？请把公文拿出来，主席，请把公文拿出来，否则我们没有理由在这里审这个预算。谢谢黄委员的存续发言。再来，我请李俊毅委员发言。你刚刚提的问题，我等一下会处理，等所有存续发言发言完了以后，再进行处理。主席，各位先进哈。有关最近在立法院部署过多的警察人力，这个当然需要检讨。但是我们在这里，我要代表民进党团，先对我们基层警察这么辛苦，连日来这么辛苦，先表示谢意。
更重要的是，基层警察唯一的目的是保护国会议员的安全。但是国会议员被民众殴打这个事实也不幸发生了。所以我认为有关人力的部署、警力的部署，还有整个的行动计划，确实应该来立法院报告。但是不能以告诉大家说，警察人力太多，所以我心生恐惧，不审预算。今天有太多的拒马，所以我心生恐惧，不审预算。那如果今天集会游行法，这也是在内政委员会大家都讨论了，通通没有改，立法院还是可以集会游行的地方啊。那但是我不爽，所以我不审预算，这样是对基层警察公平的方式吗？所以我在这里请我也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请主席注意，等一下一起来处理。就是我的提议是，我们今天照审预算，然后在这个会期结束以前，一定要求警政署来做专案报告。有关最近这个警力的部署，要求警政署来做专案报告。那今天先行审预算，我们这个预算已经拖太久了，已经拖太久了。现在已经十二月了，如果十二月没有完成预算，这个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负面的因素，那对基层警力更不公平。所以我在这里要讲清楚，我们还是对基层警察的辛苦，我们要表示我们的感谢跟慰问之意。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程序的处理应该是先审预算，然后在这个会期之前要求警政署来做专案报告。以上，谢谢。谢谢李委员的程序发言。那我现在等一下的程序发言的那个王义明委员再来赖若龙的修蛋好一点。你说要加手啊？最后那王委员先我一啊。好啊，大家好，我这个方便就安尼。好，谢谢主席哦。我想请各位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照片哦。刚黄昭顺委员有秀给大家看，这几天我们在立法院里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警力部署。我们要问的是，台湾已经变成警察国家了吗？立法院已经变成警察立法院了吗？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在青岛岗哨前面的，它的警力部署一层、两层、三层，非常非常的多的员警坐在一排一排的铁栏杆后面，这是前所未见、没有看过的情况。是蔡英文上任之后，我们才看到的这一种好像集权国家会布下的这样子的一个部署。这对台湾的民主国家的形象来看，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如果有外面的外宾来看，他会以为台湾是要发生政府的大暴动了吗？还是要政变了？这大概是等同政变层级的一个部署。请问这几天立法院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劳工团体在青岛东路抗议而已。而劳工团体有多少朋友在那边抗议？我想媒体朋友都看得很清楚。现场劳工朋友的人数最多的时候大概100人，少的时候大概几十人。请问我们的警力是用多少的人数来对抗这一些劳工团体？完全不符合比例。请问劳工团体是什么恐怖分子吗？需要我们的警政署用这么大批的警力来加以防范吗？我右边这个图片，这个是什么？这是霹雳小组的装备啊！你是要对付谁？恐怖分子啊？太离谱了吧！台湾还是个民主的国家吗？过去我们看到太阳花事件的时候，民进党说什么？高喊警察暴力，警察只是正当的在维护一些必要的安全，他就说警察暴力。而今天他执政之后，他用什么样的力量来对付劳工团体？完全的匪夷所思。另外一个我们要讲，当警察这样大量被动员来到立法院的时候，这不是国家的成本吗？
警察本身的人力没有被过度消耗使用吗？我们警政署的重大任务还有那么多重大的犯罪需要我们的警力去支援去调查，竟然把这些宝贵的警力人员都调到立法院来了，这是谁下令的？是我们内政部部长吗？是在座的警政署署长吗？还是行政院院长？还是我们蔡英文总统？别忘了，蔡英文总统他说，劳工朋友永远是他心里头最软的那一块。那我请问蔡英文总统，你今天是用什么样的阵仗规模来对付劳工朋友的？他还是你心里头最软的那一块吗？不可以嘴巴讲的这种文青式的语言，但实际的手段却是用这一种等同要震爆的这种装备来对付劳团。我想大家都看在眼里，今天内政委员会是要审警政署的预算，我想基层的员警都非常辛苦，我们都肯定他的辛劳，他们是最无辜的，因为是上层交代下来他们不得不这样子做。但是我觉得有能力去做决定的，包括在座的部长还有警政署署长，当你们更上面的长官要求你们要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必须站在警政署的内政部的一个专业立场，你也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活动吧，看看是什么样的场景吧。这一种用大象跟蚂蚁不成比例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配置，以后我们每一个活动都要比照办理吗？何况集会游行法现在大家主张还是要更放宽，那将来每一场集会活动都是要上千名警力，不管你现场是五个人、十个人、一百个人，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上的错误的决定呢？这的确是应该要好好检讨的。好，谢谢。好，谢谢王议员委员的发言。现在请赖瑞龙委员发言。好，主席各位委员哈，我想，我还是也。因为近期来的朝野其实的对立，其实一些议题上的对立，那造成其实很多基层警力的辛劳，我想我也要表示感谢跟慰问了。但是我还是先提一下，刚刚有委员有提到说这个立法院好像不让 警察来上厕所，我想立法院也表示过了并没有这件事情了。其实我在我的办公室其实我也看过，好多位的警察其实他们需要的时候也到这个我在中心大楼地下一楼，所以我看到他们有来使用厕所，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立法院也澄清过，我想这个部分不要再去以讹传讹来造成大家社会更高的一个对立。那我想讲的是，其实这一次的整个这样的人力的部署的部分，我想确实可以找时间了，让警政署来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报告了，确实也有立委被追打了哈。那包括这次的整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我想未来都可以再做检讨。确实，从新政府上台之后，这样高度的对立之后，其实整个治安的状况维护的状况确实又更艰巨的了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导师真的可以排一个时间来大家来再了解一下警政署在这一块的处理的方式哈。但是据我们了解，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的不管是官员或者等等的下令做这件事情了哈。那看来导师由警政署可以来做一个完整的说明的部分。但是审这个预算，这个是立法院的天职啦，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是从上一次警政署的预算齁，也因为有委员有意见齁，所以包括监视器的问题，所以上一次就休息以后就没开会齁。那这个礼拜一齁，陆委会也因为海基会的董事长的部分依惯例没有来齁，也后来也没有，就是受到本来打算又不开会啦齁。今天的部分看来又有委员又认为希望能够齁，是不是要求这个不开会。我是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立法院的常态啦齁。我们期待一个新的国会真的是可以安排另外专案报告来讨论这件事情，但是不要因为这样的因素就阻断了该进行的一些程序齁。警政署这一次已经第二次排齁，那上次休息以后就没开会。今天如果再不审的话，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对国人交代的齁。我想警政对每个这个县市齁，都每个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我觉得他预算应该尽快来审议完毕了齁。那如果需要删除就删除，需要冻结就冻结，那需要通过的也应该尽快通过，
让所有的警政同仁、他们可以继续在第一线来替所有的人民来服务了、好，这是我的建议。好，以上。好，谢谢赖瑞龙委员。我们继续请洪忠义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哈，我想哈，那个今天我们是要开会的了哈，因为本席是区域立委哈，所以我也是代表我们区域选民的心声嘛，基层民警的心声嘛。那我想不分区的，就是政党推荐的，这个是非常清楚嘛。那本席哈，在这一阵子哈，接到我们很多基层民警哦，包括说不管是基层民警，甚至警友会、警友站的这些好朋友哦，每一次都打电话跟本席讲说，委员啊，那个警政署的预算你要支持啊。警政署的预算你要支持啊！我想这一阵子警察真的非常的辛苦哦。那本席的答复当然也是说，只要是合理的，本席就一定全力的支持哈。那另外，我想现在是资讯公开的嘛，我们内政委员会每一次的开会，外界都会看得到嘛，也很多选民跟本席讲啊，为什么你们内政委员会每一次开会，就是少数的委员一直发言，一直背梗，是不是主席被绑架了啊？本席认为说没有啦，我想哦，我们还是希望说主席哦主持会议的时候他会中立啦，我们该开会就要开会嘛。那第三个哦，我想这个我们上一次警政署的预算已经在11月24号就被延会一次哦，今天已经12月8号了哦，已经今年已经快要结束了哦，如果我们审查预算的进度不再快一点的话，那真的可能也会开到明年的除夕了啦。所以本席强烈的要求，今天一定要赶快进行警政署预算的审查。谢谢。洪忠义委员，谢谢你的指教。如果你看上届的会议的时候，你就能了解情形哈，给主席有一些裁量权啊。再来，请陈义杰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哦，其实我觉得我替警察觉得非常的不值得。到底就基层的员警也好，包括我们的署长，我想请教的是，在我署长就是在柯总召还没被打之前，前一天我们的警力部署是有多少的人？他被打之后，我们又增加了多少的人？哦。那我记得当他被打的那一天的下午的朝野协商，他说警察哦真的很可恶啊，我忘了他没有说可恶啦，他说哈、我王牌时阵哈警察敌对，我要求啊本来就应该警察要保护立委啊，他们在哪里？我被打的时候他们在哪里？结果我看那个新闻，全部警员都当成那个骂点，对不对？结果在朝野协商的时候，人家不是在善待你们、谢谢你们，而是质疑你们到底有没有在保护。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非常难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警察变成立委的保镖。对，这几天完全只要看到民进党的委员走过去，一定是二十几个警察在旁边，就这样一路这样子送回去。对不对？那我就说，什么时候警察变成立委的保镖？没错，执政党的委员说警察保护国会委员是应该的。什么叫应该的？这个我不懂。曾几何时，警察变成立委的保镖，还是特定人的保镖？然后呢，我不懂，我想请教陈署长。陈署长以前人家都说你是暖男，最在意的就是警察基层员警的感受。那我不知道陈署长到底有没有看说网络上有人说，你看警察夹在栅栏里吃便当，跟这一张来做比较。署长，我拜托你啊，跨界身为警察大家长的你，当你的同仁辛苦的同仁在这执勤的时候被网友这样譬喻的时候，身为大家长的你作何感想？部长，你作何感想？不要说有没有同理心啊，就身为你们是他们的大家长，你觉得你们有资格吗？
另外，今天如果任何一个委员，不要说执政党的委员啊，任何一个委员被打了，今天是不是讨论的不是今天的预算啊？我看今天就是大家说陈署长要不要下台了，应该是这样吧。那如果今天署长的下不下台，表现的好不好，警察辛不辛苦，是在于执政党的委员或任何一个委员有没有受伤，有没有被打。那这个什么叫做国会改革？什么叫做正义？那这样子，我是也要要求，如果今天哪一个委员被打，那不是讨论是署长要不要下台，那部长你要不要下台？不是嘛？本末倒置啊，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想请问人说，到底到现在，我们也十二月也快过完，快新的年度了，到底目前警政署有没有统计应休未休的警察同仁的休假到底还有多少？警政署到底有没有做过统计？到底还有多少的同仁？因为你的配置这么的多，那他们有一些要休而还没有休完的人的比例到底有多少？这是应该去做一个统计。但如果真的他们没有办法休完，因为这个议题我记得我每一次都有问过署长，哦，都说应休未休的到底有多少？那有一些包括说之前有首度勤务加急的部分，这一次有没有给？这个是不是要去做整个检讨？好，那修不完的，你们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措施？是不是都应该去把配套措施去把它拟定出来？因为看来不是只有这个一休一例嘛，接下来还有辅导食品嘛，还有很多很多更有争议的议题嘛。那这个如果永远都要警察配置越来越多的话，这一些都是应该要去考虑的。所以真的，如果署长或者部长，你们一样是我相信警察同仁绝对相信你们是站在他们那边的，但我也相信署长你一样是软男呐，哈，应该也不是变成铁石心肠啊，好，应该警察同仁都是你最软的那一块啦。讲到蔡总统，我就听王玉明讲到蔡总统，那就太遥远了啦。好，那我不希望署长你到最后变成铁石心肠啊。好，真的该如何善待基层员警，维护基层员警警察同仁的权益，真的。在未来这么多的争议的议题里面，请你要有最具体而且最有效的配套，好不好？好，谢谢陈义杰委员。你的意思是先报告再审？再报告再审啊。好，你的意思是先报告再审。好，我了解。再来请庄瑞雄委员发言。主席，还有我们列席的官员，还有我们在场的同仁了，主席你要谴责啦！你做家务的人啊，啊，无法度控制场面啊，你到底是在创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希望啊，我们基层的警察弟兄啊，可以受到更好的一个照顾啊。但是呢，大家试着去想一想看，社会这么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法案，每一个政党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不同的团体，他势必啊一定会去做强力的一个动员。那这个时候，你说部署在立法院旁边的该会是谁？那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我们的警察同仁了。所以他们的辛苦之余，反而现在大家认为警察的预算应该先把它割掉。然后先来做一个报告，我觉得是没有道理啦。不爱信的人，不要紧，你就卖信了，不要紧。好，啊，应该白了了，你要严格的去看这个预算该怎么来对待。本席认为这个是两码事啊。所以，公司面对先做专案报告，啊，带来新预算，这个我觉得看起来啊，要坚持也可以啊。但我反而要看。这样的提案的人，你都坚持到多久？警察就搞的啦，那你警察那个高层就搞的啦，那你开始游说啊啦，对哦，别个游说有廖国栋啊，哦，董章，对不对？你派鬼抓头了是你啦，啊，人爱看个叫温顺的，大概来乱一下，规个场拢火气啊。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啊，今天呢、啊，每一位同仁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我都表示尊重啊。本来啊。这个该检讨的地方啊，
本来就是要去做一个检讨。我也不乐于看到说整个立法院旁边出现那么多的一个远景啊，这个其实有一个部分确实我们警政署这个地方也要必须要去做一个检讨啊，因为就误判嘛，情之差修街啊，然后来啊招人，啊恁冲遐济人来，这个代表说随便弄一弄而已啦，啊反正只要立法院在审预算哦，哪一个预算是比较争议，在审法案哪一个法案是比较争议的，啊人就是给他固定来偌济，哇这惊死人，啊恁要做个指挥，大家买样指挥，下面人买样指挥，你反而是，哎我现在来一个麦克风，你还来二十个，你还部署遐济，哎有些是笑破人的嘴啦，啊但是啊我。本席倒不认为说，因为这样子就会啊，说整个预算来罢审呐，先做专案报告啊，无遐尼那严重啦。我甲看预算要是，诶，主席你个扩一下，你个大家点名啊，大家想尊重你个啦。啊，伊个空空个，有时应该要爱有权威，准你唔权威，啊，甲姐你要独孤安呢，哦，谢谢。哎，谢谢庄瑞雄委员的指教，但是主席是保持中立的。要尊重各位委员的意见，这第一点。第二点，执政党一执政的时候，抗争那么多啊，警察用动用点力，动用那么多的警力来，跟我这出现，那我下面砍拖，你也会喜欢看戴我帽子哦，哎，很会喜欢砍拖哦。我跟你讲，不要这样弄来弄去，气氛会不好。现在第二轮发言，我们请黄昭顺委员发言。那个主席。我真的再一次的非常沉痛的在这里呼吁大家，现在不是主席被绑架，而是我们的警政署，我们所有的警察被柯总召被民进党绑架。我们上一次拒审的理由大家应该都记得，我们立法院已经相关周边的监视器有多少，他们每一次为了这么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方式就做了这么多的监视器，我们已经警告再警告，结果这一次是变本加厉。我把上个会期我们在立法院审查集优法大家讲的话再讲一次，当时现在的文化部长也就是邓丽君，他郑丽君他怎么讲，他郑丽君他说不论在野或执政，民进党保障集会游行人权的理念跟立场绝对不会改变。现在集游法是国民党政府在解严后为了持续限制人民集会游行权利所订立的，上一届本来有机会可以修法完成，可是在国民党杯葛下功亏一篑。我们现在是新的国会，一定要展现新的民意。我们从上一次审查一直到现在，在立法院的院会为了这个案子，民进党已经划夹弯三次，每次送到立法院，我们到院会要处理，他们就把它否决掉。我再把当时大家发言讲的话我再讲一次，他说立法院应该没有禁制区，换句话讲，所以立法院的门口本来就应该有一堆人嘛，他们可以来监察院跟立法院陈情，也可以到忠孝东路这边来，这样才符合比例原则。所以换句话讲，民进党现在怎么样绑架我们的警政署，过去他们怎么样删警政署的预算，本席做了这么久的立委，八届的立委，我一毛钱都没有删过。今天不是不审警政署的预算，警政署的预算我绝对会支持，但是请交代到底是谁下的命令，请把公文先拿出来，否则的话我们现在连立法院都变成警政署的什么警察分局吗？我们让这么多的警察疲于奔命的在这里工作，让他们的家属不断不断的抗议，这是我们立法委员应该对我们警察的态度吗？就算我们有立委被打，当天我看到，我记得柯建铭讲的一话，就是的狼爱看休息没？我知道他在警告警政署长陈国恩，结果隔两天，我们立法院跟我们重兵从来没有过的部署这样子搞，到底这个命令，请先告诉我们是谁下的命令？
黄委员的发言，休淡了哈。你讲的话顺同感受，那我再请教一下啊，感同身受了哈，国会部长。那个杨志伟，你要不要发言？陈旭发言。啊，吴清明委员呢？好、啊，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第二轮发言就到廖国栋委员。阿哥陈宇杰发言完的话，我就开始处理陈旭问题，好不好？来、啊，现在请廖国栋委员发言。没必要。好，请陈宇杰委员发言。主席，是安尼啊，我刚本来已经觉得真的已经觉得，因为我们在朝野协商的那一天，我刚好王玉明委员走，陶其刚呢，我们朝野协商的时阵呢，那时呢，柯总召是要求警政署要道歉，好、哦，然后呢说哦，好我好排，因为我外点成一个，当时不知道还在跟哪一党的委员在吵说，国会立委黄爬，到底警察是怎么部署的？对不对？所以我要求他一定要来道歉哦，诺。第二天呢，在那个电视上说啊，我很谢谢警察的同仁的辛苦。我不知道啦，是不是下人他也要搬，这我不知道啊。好，接下来刚我听到庄委员说，哎，这个是因为警察判断情资错误。哎，我不懂哎，怎么到最后讲来讲去都变警察的错？是因为你们警察情资判断错误？那奇怪了，明明是立院要求的，连不开院会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都要求警察要来镇守，那其实看起来就是怕重演太阳花嘛。那这样听下来就是说，执政党对于警察真的是有功无赏啊，你打破要赔哦，做八点让人家不尊重不打紧，你给他还情资错误判断错误，对不对？那我不懂啊，哎，你是爱我哎。哥哥，你是爱我按提丢纸说，我可以说了吗？安尼吼，莫安尼嘛，对不对？刚有这种代志，对不对？那我不懂啦，你们都不懂得要善待，你不懂得去善待他们啊，对不对？你们连善待你们替你们卖命的警察，你们都不懂得要如何尊重，如何善待。那不对，那是警察的不对啦。那奇怪了，那凭什么？我讲一句这个啦，这不代表其他的基层的警察同仁。但我想说，如果你们连善待替你们卖命的警察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替他们保护权益，而是把责任归咎在他们身上了，凭什么要他们这些警察同仁来替你们卖命？凭哪一点？所以这跟背不背给预算有什么关系？跟省不省有什么关系？警察的尊严在哪里？这样今天上面不对，都是警察的不对。哪一个国家有这种事情？不对，都是警察的不对，太狠了吧？那我们现在休息协商。
各位委员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休息到2点继续开会。